哎、欸，对啦，五十只十几多五百，唔免五百，爱食你边仔食看卖，两百三百只鸡腿酥两百块咯。有人要食鸡腿酥无？两百块咯，两百块，拢有啊、哦。两百。来。OK。来两百，有人要食无？鸡腿酥两百块。两百块有要食无？鸡腿酥两百块。两百块，好。这个有味料吗？这味够够有吗？我知啊。这个两百有要食无？咸的。拢有啊、哦。来，要不要一包？好姐，好乖啊！姐，你黑尾鱼感觉有黑尾鱼对不对？好啊，不会啊，差不多啊。哦 ，OK， 有啊。没有。黑尾鱼无？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虾的鲈鱼酥的这啦，这满满虾哦，拢用虾仁落去做的。这一包只要才300块啊，这规只虾仁落去做的，300加300偌济？六百。你若当个加落煎落，无食到规只虾仁，你起来是我。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，我等下去甲你买。唔免让你开600，唔免让你开500，三个价钱，200上面是啊，虾仁鲈鱼酥200块落啊。有人要食虾仁鲈鱼酥无？200块落，拢有啊吼。来，还要带来这边。来，伊要咸鱼要几只？规个拢来，我好好的。来了，无啊，春姐。来，咸鱼要买成300就好啊。300，这一尾300，两尾300，三尾300，四尾300，五尾、六尾300块了。来个，来买成龙尾青鱼无？300块。有啊，你干咩啊？头前咩啊？头前。龙尾，龙尾，几尾拢几尾？来，300了。最后一尾啊。来边啊讲，来，来最后这样好好的，这真正是足好的物件，恁客人吃，来叫人客看，黑尾鱼的下巴剩一个人客了，你钱也加了几两吼。黑尾鱼的下巴啦，这等于用煎的落啊，这乌暗爽，啊，等于用煎的，外口面本来你三分钱，行价300-400块，一包行价差不多1000，这是事实咯吼。乌鱼，迄个黑尾鱼无熟的哦，我招两个人客搞，要唔免1000，唔免800。你要吃黑尾鱼的下巴，先加先赢，500上面吃500块咯。有人要吃黑尾鱼下巴无？500块，黑尾鱼无俗的啦，吼、哦。这剩只俩呀？哎、欸，拢无啊。先加钱的先赢，我要休困啊。一个人客落啊，500块落来，500块落啊，来500块，500块落啊，500块落。手机这袂堪要退平，还要手套。还蛮好，马上需求哦。来，有人要吃这无？伊这叫迄个香鸡堡哦，这等于用煎的落啊，300几啊，后面这上好好食一包，人要食无？100块，来3袋哦，4袋哦，你来5袋哦，你6袋、7袋、8袋，来先加钱，这2袋够你10袋，一包上面啊，香鸡堡100块落，100块落啊，100块，好啊，起下去啊，小心，收掉，放下去。这三包鱼有人要食无？1800拢免啦，3包有人要食无？红烧。300块够，有人要吃？掏钱。来，掏钱。来。来。来，多少？红牛有人要吃无？红牛要吃300了。红牛有人要吃无？300块了。三个人吃了，300人要吃红牛无？红牛今仔卖几分？6分哦。来啦，放下恁家家台，这落我今仔卖就是拢不爱留的啦。三个人加钱落啊，200块落来，200块落啊，来200落，来放下上面一个200块落，来200块落啊。来掏钱，我掏钱。最后一个200上面一个，最后一个200上面一个200块。你够50不？你够50不？拢我恁两50了。哇，卖个老啊！你讲老师，我袂晓做啦，卖个老好啊。来，多啊！你做唔起个洗手会咯。来，再收掉。来，只五十。来，蛤蟆开始也收掉了，分了。感觉有箱子。你要破裂人还是要抓破的？破裂人啊！来。蛤蟆你是我分的，我先放完。来，蛤蟆提钱耶！来做无面讲过来，我要一个分拢。敢袂当骑阿少，敢有阿少的无？天阿少敢有阿少？来，大，大滴拢满嘞，抓批歹打。
钱也无啊，你骑一架黄色的衣架。来，来，你骑这帮我服务者，你拢拼落啊，你莫搁用啊，拼落啊，莫用，不要用。好啊，恁过来要吃啥？综合标要吃啊，这一盘一千啊，全部规盘拢要一千啊，是啊。综合标要一千块。哎，多好，兴趣。我一档结果。来，多好兴趣。啥？你去后甲介绍者，刷二啥物拢甲介绍，规盘拢互你一千块。一包了上，一包三斤半，规包拢了。来者。我十多袂够剩了。一桩。哦，来多要一桩。这一包啥物啊？头前要搁有一包。来，头前阿叔，你处理一下。来多。要一包，要咩两包？三哥，你做好诶吗？一包了。一百个要来无？一百个要吃来无？来，多买买啊！多你后底坐坐哦。我坐，我坐。来，多个来取一百。哎，恁总我不要不要，一千几百啊？我明仔底好做十号，你带我。谁啊？谁啊？一百个要来无？最后这个一百无啊？总我不要存。存两盘啊，一千块，那存两盘。来，大包一包，做好用者。来，大你下车两包吼。来，小叔，我先去，无紧走，你坐。来，大包。来，这些。做好表存两盘，一千块买怎么样？大只。一百一千，来，头前头前有兴趣。啊，几条新货？看嘛，卖了。我一两个人买无？一包拢有啊。这个价钱三点半千，总算给一百出来。现在八点半，伊拄啊五点价钱，啊，到现在三。我乌白讲，我以前才久无来。无啦，这大头较少啊。你的口罩干能滴哦？大头较少啦。现在疫情口罩较滴哦。这是在修的，百块，这样吗？大哥，来修的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别来莫话啊，别莫话啊，休困啦休困啦，别来什么啊？跟我讲，我超市啊超市。我是来讲，我表什么？你有兴趣跟我讲啊？我表土托虾包，有鸡腿骨啊，有胶原鸡软骨，有三点蟹，有鲑鱼虾包，啊。啊，搁有女神牌甜虾，搁有一款牛肉高档的啊！来，你摸，你摸，小事啊，小事。叫滚啊！来，鸡腿卷，鸡腿卷可以卷。这里啊，鸡腿卷要吃两百了，好吧？中诶！鸡腿卷要吃两百了，好吧？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两百个要吃鸡腿冻啊！三下，三啊，四啊，五六啊，七八啊，九十啊，两百了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八百了。两百个要吃鸡腿卷冇？给我就好。这种鸡腿肉你做两百块而已，到后尾一百块吃看卖无？哎、欸，你来摸我，我先来摸摸，好不好？谁要帮我？我先帮你搬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大哥，我来介绍，看你有咩，我来介绍好物件。你若吃了，不好吃来老骂。这排骨，你个呢，真正呢，两百块呢，这一块两百，两块三块四块五块，你两百有人要吃无？这两块搁送你，一个人块咯，两百块，这路排骨。两百了，这边排骨够买来无？春姐啊，你买个炸蛋好，我炸三蛋啊，无要紧，炸这排骨我无爱啊。这两条够。来来来，两百够要吃哦。这百五了，还再减两条啊？百五要吃来无？百五。百五要来无？来，你是毛毛个？这手。白大毛毛个，你啊白外烧拢毛毛。白大嘛，最后一手。笨蛋炸蛋呀，来啊！白大要吃来无？我看你着抢着对，着是买着对啊！真正硬买啊，好爽个呀！来啊，白蛋啥物事啊？来白蛋要吃个人家，来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两百好我咯，两百块就好了。来超前者，两百啥物事啊？两百块，两百啥物事啊？两百块咯。
阿嫂，你几个？一个。还要其他啥？来偷钱。两百多，两百多。现在钱钱的紧。来偷还八百。两百几个？我这边坐。你若当阿来送我表，这一盘一千，剩你两盘，我后尾也加加上去啊，到阵也袂遐乱啦。来啊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啊，八个人客啊，九个人客，十个人客啊，来两百了。阿叔，你几个？我收一个，我嘛坐。阿叔，恁听我讲哦，这盘白带一公斤，若无一公斤退钱，因为这箱十公斤啊。我就十个吃，一定啊一公斤的。感谢恁的支持啊！无恁开足侪钱的，一包鲑鱼肚条，这边真唔免油，这是几只鲑鱼油脂最高，用煎用烘啊凊彩哩。我一包无爱卖，请恁吃，感谢恁的支持。安尼休困啦吼，再送你好啊，免钱，一包请你。一瓶五个人计了，两百了，来两个人，袂晓卖就死我啦，简单啦。你买你买，袂晓买我死啦。三个四个五个，两个啊，两百。五个，来啊，好五个，两百多。大那个五分是啊，五分做几块？两百。两百够要吃哦。两百一瓶要啊，这也袂晓买，无我一包就两百，我无摆好上贵一条。三分钟，三分钟哦。两百够要来无？应该是蛮最多的。这个我兄弟，这个两百够要吃无？开放已经到肩膀。安尼好嘞，够袂袂完啦，真好。